喽，今天又是新的一天了。今天呢是要来爷爷奶奶家看爷爷奶奶。然后我今天换眉用了新的眉笔，就是卡其色彩那个9.9还包邮的那个，我觉得好好用啊，好好画。完了，今天呢是依然的闷晒和热，简直都要疯了，感觉每天不开空调就要热死在家里那种感觉。然后我今天上面穿了一个这个小花花的衬衫，系了一下，下面穿了牛仔裙，然后穿的是那个拖鞋，背了一个超级迷你的小包包。妈，我觉得我现在简直都要被热化了。我现在还在爷爷奶奶家，然后我就先刚吃完饭嘛，我就赶紧来了唯一就是开着空调的这一个屋子，赶紧待一会儿，因为实在是太热了。然后爷爷奶奶身体不太好，所以不能就是长时间那么开空调，就只能是自己来这个空调屋里。这关着门就搁凉。然后下午我出来跟马哥约会了，我们现在在大悦城，但是他迟到了，他迟到了。我们来买了这个，好像这超火，最近奈雪的茶。我要的是，就是里面是葡萄的那个，然后他还是芒果的那个，他巨爱吃芒果。然后我还买了一个欧包，超级沉，他刚刚给我切了，我觉得应该挺好吃。我买的是那个芋头芝士，我忘了它叫什么了，但它里面是芋头芝士的那个。你要不要打一个吃一口？城里面好热，今天人超级多，我给你们看啊！哇，这看起来好好吃，芋头啊！马哥时尚棒球帽，纯色 T， 纯色裤子。你往前走啦，包包，回头，
好吧，他饿了，他要吃面。妈呀，现在是下午不知道几点，他说他要吃面。没吃中午饭。啊！他妈吓死我了！他妈吓死我了！我们刚才碰到了一个认识我们的小伙伴，然后还合了影，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合好，因为我是照了我的右脸，老哥都无语了。我们现在来吃格多一星球，他特别想吃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只是想吃面。好吧，特别想吃面。他现在正在疯狂选面。你吃炸鸡块吗？我不吃，你也得吃吗？我吃那个块儿。我叫你特别吃。好。我吃的。这是马哥利剑的鸡肉球球，他说特别好吃，然后所以他点了两份，好吃吗？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吗？嗯，我尝尝。什么？它没有新鲜醋溜，新鲜醋溜，新鲜醋的榴莲，榴莲比较高了。那我觉得买这个。哇，那个榴莲的味道已经上来了。今儿办了第三次了，我最近每天必须要绊倒几回，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。说我为什么每天都会绊倒？太热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夏天这么热，热的我都，哎呀呀呀，热的我都虚脱，热化了我都。我已经热了。好了，我们要进下一个商场了。难得他今天这么有兴致陪我逛商场，兴奋、开心，啊！你要把这段剪进去。我会剪进去的哈。我们现在遇到抓娃娃的，他非要抓娃娃。你要抓这个大青蛙？妈呀，好吧，你愿意抓就抓吧。在这里好多好多，哦，都困了，娃娃。哦，我喜欢这个，哦，这太可爱了吧！这大青蛙有什么好的？我的天啊！他现在已经非常激动的在买币了。哦，好好，游戏币，久违的感觉。加油吧，皮卡丘！
我觉得是他这个夹子根本夹不牢。加油！加这个吗？还加这个吗？你自己决定了。你看，他那个夹子是松的。要不然你试试加这个躺着的这个。它会松开的。我们现在来买一点点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北京突然一点点就开起来了，这个在一个超偏僻的地儿居然也有很多人来买。我们现在来吃晚饭了。然后我们晚上来吃了日冲，是不是有看过我们当时冬天那些 vlog 的朋友应该会知道这家餐厅。但是因为今天晚上不太饿，我就准备吃一碗这个摸摸渣渣。他们家就是这种好多东西挺好吃的，这个摸摸渣渣，然后还有那个有一个红豆酸奶捞都挺好吃的。吃完晚饭了，我们就又要 say 拜拜了。马路 baby， 一天就又过了。为什么在一直在揉我的脑袋？毛茸茸的，特别喜欢。哎，我们现在去地铁站，他把我送上地铁，然后我们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。想你，但是我们明天又能见面了。哦，干嘛？我们明天又能见面了。这一天就要结束了。